演员给大家来弄一个第一次角，新年拜年视频，球队。哎，你们也可以说话呀！你不说话的话，我不习惯的。反正又不解说，是吧？这一把。刚才那局打得不精彩，对吧？我要亲自上阵，搞一个激情的局。另外一方面，好像很多人没看着我打比赛了。啊，没看见我打这个打第一视角视频是吧？这一把我打一局。哎，不进英雄，不进英雄，随便玩。首先，演员给大家拜个年啊，祝大家在猴年里行大运。哎，这边也上了一条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感谢大家又一年的支持。也是希望大家在新年里能够多多支持演员。哎呦，这边好好脏啊！居然选剑，杜姆剑圣，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输赢没关系啊，输赢没关系。只要我这把我要玩一个。哎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后期了，那这样的话很好，非常 nice。虽然是那个什么，是吧？还是希望能赢，惜星陨路。随便玩，随便玩。哎，拿一个中单的，谁拿一个中单的？酱油够了，我靠！你们拿人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阵容啊？我靠！你们真是会玩的。哎呦，我去！那这样的话，我要把白牛给拿了，不然怼一个死一个。我丢！我晕死，我没选到。我中，我中吗？你们真是会玩的啊！我中！哎，你们说话呀！你们可以说话的，你不说话，我又不是给大家拜年啊！拜年去，拜年去。奇葩阵容真的是个奇葩阵容，水友赛啊，所以大家。哎呦丢！
这转身速率好慢呢、啊。嘻嘻，嘻嘻，大声呐、啊！毕竟迷路，nice 啊！露露是大声，嘻嘻。哎呦，小鸡呀、啊！天哪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我靠！你们要不要这么照顾我？等一下输了的话，你们又要说我了。让我找一个可以输了，然后又不用躺责任的一个理由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两刀，我靠！哎，这啥情况？上上上，杀不掉，杀不掉。优果经济情况怎么样啊？怎么这么惨？哎，我有没有在录啊？还行，在录。
第五，它怎么还有大吗？开始不是放了大吗？好吧，我失误了。好蠢哦！我记得他开始放了大的。Nice，我靠，这个减速效果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
我操！干死！干死他！弄死他！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VS 换一个。哎，还差两下。好的，这个小 nice，好样的，你是会玩的，6666。有鬼刷钱吧！推，不用管他们。这个 Doom 又给我大，那是几个意思啊？丢嘞！这个你走得掉？问题不大。我不要，你吃吧，我等下我打完了回去。鸡呢？好像过来的晚了一点点，我操！
散吧，来推中推中推中，能不能换一首好的那一首？我们推我们的。哦，多么 A 站了，我操！六，这多么 A 站了，nice！哎，有鬼可以收他，nice！再来一个，好样的！六，你上视频了？这个多么好坏呀，每次就给我大。我们这个阵容更烂好不好？他还说他们阵容差，我本来是想选个白牛前期跟他们多怼几下的。是啊，我刚才想说我们的阵容拿着差的。来吧，没事没事，多么那个大，每次团战就给我了。换过来，换过来，先生又出了把跳。来，我扛伤害，你们，我吃大，然后你们打输出。这个大我不能吃，有鬼的大招呢？不管他，推，
我以为他要打收割的，他来晚了一点点。亚伯顿套子好像能解，是不是能解杜牧的大？是不是？我看到了，他走不掉了。稍稍等一下我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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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买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很关键的。嗯。现在几点了？10点半，这局打完。就差不多了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来呀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人呢？我们要打个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们往我这靠过来吗？我，来嘛，就下路呗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他们被我吓坏了，他们竟然在这个里面。他们是有跳刀的，他们有跳刀的，拿那个鸟开一下视野。换一个人过来 ，VS 去换一个人过来。让我走，让我走！哎，他丢！哎呦喂！你们不能老是让我吃大呀！好，这个牛是死了的，这个牛应该是死了吧？
我靠，这一波五杀有没有？有个人呢？哎，这里还有个赏金，小心他偷你！你这个血量不是就一标就死了？哎，这边。TP 吧，你 TP 吧，打盾，好，他们要 GG 了，他们要 GG 了，我们一路推过去，这下五发 Doom 给我大了。来，Doom，求你大我。我靠！有没有棒子回血的？有没有棒子回血的？反补！要不？哎呦！我靠！我想买东西。哎呦，好蠢！我以为有鬼会过来收割的。哎嘿。幽鬼没大吗？上吧，幽鬼，要不然你就上面带线把这个塔推了，我们下路耗着，我不推塔就行了。我感觉他走不掉了。TP 吧，选找个。哎，剑圣刚才只有一丝血了呢。还是幽鬼屌啊！咦，我能捡到一个人头，我笑死了！
我操！给我一个。没事，我们再烧起来。你们不早点来？这个，我现在就搁这儿，你看过没？好了，学一门，学一门。然后让他一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。八个地图，你看过没？不是八个地图，你有没有往那加过？那个加的人家口袋说也不少，有人把那吃了。一个多人，真的，一个老一个。拿庸兽去开视野，用拿庸兽去开视野。就那一片打扰不了你。这是幻象吧？推一个过来。我靠！我靠！不行啊！这样子不行啊！你跳山，跳山！走了吧？哎！我拆塔了，拆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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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回去一趟了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
哎呦，你们都不说话，好没意思啊！丢！这剑士居然被他抢的钝了，见了个鬼！问题好像不大吧？这胖子能杀死？哎，再回来杀赏金，闪失他，闪失他！啊，也可以推塔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问题不大。确实，确实，确实。哎，这个地方漏了，闪失一个，闪失一个，他就死了。哎呀，死幽鬼别死了！丢，这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这谁过去了？哎呦，我的西西大神呐！你把这仙女好像吃醋了。这一把局，哎，算得上次量局吧。哎，高地，高地，高地，别在下面打。哎呦，兄弟啊！等买活，等幽鬼，等幽鬼活，等幽鬼活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有没有塔防啊？放了，放一路，放一路，放一路，别不不用急，不用急。他的就退了，尽量日他都好。
留人，留人，留人！你记不住了？我看都是几人，人都没去，人都在看着你玩。过来呀，过来呀，人都来呀，哎。上上上上上上，他们人在哪里去了？找他们，找不找不对，找不对，找不对。没刷，没刷。我来，那我来看，来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哎，什么技能都给我了，我又死了，打打打。这杜牧现在发料到了，就是咱回来。老将用的老 M 牌啊。你们打呀，剑圣在这边。那到天了都了。动物现在没大了，赶紧过去，我们赶紧推啊！一技能居家这么多了，居家都不回事了。怎么办？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哎呦喂，我去，我白买了。怎么我又死了？你的，这就死了，走！晕死啊！这把输了吗？哎，剑圣！别让跳走了，别让跳走了！不行，他又回家，他跳不走。OK。两路了吧，好像是。不能死了，还留着面了呢。带过去，带过去，带过去。
他们没人干你的，不用管家里那一个赏金，不用管他。三斤就了，这得没屁用的这个赏金。嗯？他好不贪的收拾了，一块钱也留。卖相位也不够啊。先去下注回来，你干嘛跟这个？你认，最后下注，我猜的也是咱那了，兄弟，你个娃娃看的也是我咱那了。算了。他又卖刘超班的。推了一个塔，我去。我打个买活钱，赶紧打。那家的小牛熊。我好像不能买货吧？600，好像也不够啊。你有量没？主要咱俩两个烤肉，做这个吧。我去，完了，盾没了。你贵州装备不能抢。越赌那么多万年就回来了。我要找机会换他。退自己。你不是不叫偷啊？你尽量举个，举，坐。哎，后面还有一个人。自己呢？抓了个人。什么情况？就闷了。我没飞鞋。拿了。不起。我加上拉头来，就不好会走了。你看，还是我不吃大还是行啊，我要吃大的话就没法打。这么晚菜，我操！
是不是只有这一路了？冲冲了，不行了，冲冲了就回来了，人都回来就赢了，赢了。抓住抓住！我还给你吃多的，挺饿的，你带中了，今儿就能赢，不能赢就拔了刀。来，走，陈老板，来，你这个都是对，对自己嘛，过去都对。买火，买火，给你。我操，这个多吗？这个是哪个？谁干的？那你呢？偷的啊？动物大刚才给我大了，有鬼又死了吗？自己能走 F， 然后走。哎，拉比克！哎呦，我操！这会儿我操我操我操！这都是明眼的。哎，这是要被翻盘的节奏还是怎么样啊？来啊！我去，这局打的精彩啊！我去 ，PP 呀、打不动啊，小伙子！不是啊，抽中了你。同志们，换人啦！去，走，分装日记的，骗日记的，皮下病，皮下病。大姐呢？哇！聊你弄。走他妹的！这个，走我要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抢到了不就爽了？那是最近的皮夹兵啊！最近的皮夹兵啊！真的，这个是真的，拿 F F F， 不是。棒棒棒！吃点冰棍是，是不是吃点冰棍？不是，不是你知道这事吗？他连牛肉，不能叫牛肉去。我操，有名料。现在呢？现在翻不翻盘？我靠！直接怼过去，他们都跑了，你不跑啊，你不要跑啊！哎呀，非常精彩的一局，哎呦喂，哎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真的是，你看，2016年2月7号，还过一个小时，马上过新年了。也是演员也是借这一次机会啊，然后弄了一个第一视角，从以前没有录过，也是感谢我们的西西妹子，然后还有各位来打比赛的一些成员，好吧，演员在此给大家拜年了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要给大家拜年的？你们现在可以说话的，我还没关掉。你们都没说话，哎，你们都不说话吗？
不敢说。那行，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啊。演员以前也是没有给大家带来过第一次讲，这期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。然后在新年啊，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啊，希望大家不要说啥嘛东西啊，反正图个开心，图个热闹就好。那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演员。